哥哥，听讲北角多咗间酒店可以俾我哋入喎。咁正，咁就唔够冲去试。妈妈行快啲啦。Centric 七月推出全新无鞋住宿体验，最便宜1000元就可以带一只狗狗一起瞓一晚。最开心是大到30kg 的狗狗都入得 ，Staycation 唔再是细狗仔的专利，加多299元，仲可以两只狗狗一起去玩。upgrade 咗嘅话咧，仲可以俾狗狗喺度游水。呢度有预备埋日用品俾佢哋，咁奴才我就唔使带咁多嘢啦。每只狗狗都有欢迎礼包，有齐食物兜、粮食、现金券、消毒清洁用品，同配合狗仔 size 嘅床仔。好臭啊！细到咩有奶屎啊！酒店都明你班无鞋嘅习性噶啦，屙屎屙尿落地毡咧都唔会特别收清洁费，不过如果整烂家私就另计啦。酒店有狗狗专用的 check-in counter， 无鞋专用的升降机，亦都有狗狗留宿专用楼层，唔怕嘈亲人。仲有一个小草地俾无鞋放电。早午晚餐方面，酒店自助餐的户外位置可以带埋无鞋。好开心啊！咁多嘢食，谂多咗啦你，得我有得食嘅啫。不过老老实实，日光日白晒住，户外系真系有啲热嘅，入夜就凉快啲。想凉住冷气食嘅话，可以翻房叫嘢食，又或者参考酒店提供嘅宠物友善地图，去附近嘅餐厅开餐。楼下商场都系宠物友善。可以免费借宠物手推车同佢哋行街街，不过咧，全个商场借得一部，先到先得，借唔到就要抱住行啦。妈妈，不如你都系自己买部车啦。哥哥，酒店咁舒服，不如我哋个个月都嚟咯。呢个 package 做到9月尾啫，妈妈再有钱带我嚟先算啦。狗狗全方位减肥手册，兽医为你拆解主子肥胖成因，推荐四大处方减肥食谱，列明食材营养比例和卡路里，认清狗狗减肥饮食宜忌，针对各类狗只教授三组简易运动，室内室外都可以帮狗狗减磅，一书助主子回复健康，做个活泼无懈。